不管是澳洲也好，任何可以对我有意见，可以对我们，但是我想在颁奖的时候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，是代表每一个人在上面，是代表自己的国家。尽管你心中再有不愿意，你有千般不愿意，但是你必须要站上领奖台，因为你可以对我不尊重，你也可以对我不尊敬，但是你必须要对中国尊重。谢谢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